欢迎啊，欢迎啊，马克思啊，为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啊！欢迎，欢迎！欢迎啊，二声同志，辛苦辛苦！行，二声同志，欢迎啊！大家安静一下，下面啊，我们请毛主席致欢迎词。 同志们，今天啊，是我们党的一个大喜的日子。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、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，我们中央的三位领导从昆仑山那边飞了回来啊！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啊！我们家人团聚了，可以一起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了，这真是喜从天降啊！ 共产国际派回来的，这次回来的使命就是和大家在一起并肩战斗，驱逐日寇，还我河山。这次我回到延安，很多同志见到我，都非常惊讶。这是说明啊，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啊。当时我离开长征队伍，乔装成一名商人，艰难地转到了成都、重庆，最后到达上海。可是当时， 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，遭到了破坏，几乎瘫痪。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早已撤回。后来我们找到了宋庆龄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搭乘货船到了苏联。一路艰辛呐！我看了你在巴黎《全民月刊》上发表的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，写得很好。陈同志， 大家都到齐了，可以开会了。日军屠城，南京血流成河呀，我心痛。国难当头，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和国民党蒋介石精诚合作，维护着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八路军和正规军要统一指挥， 统一受国民党蒋介石的指挥。王明同志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我拥护啊。但是，要共产党拱手交出指挥权，我毛泽东坚决反对。抗日战争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啊，我们共产党人要有独立性，要有领导权，运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才是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保障。没有正规军的加入，
光靠游击战，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？王敏同志，恕我直言呐，你对中国的现状根本不了解。哦，主席啊，今天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了，还有许多议题没商议呢。我看是不是？这次会议啊，一直无休止的在争论着这个问题。我不希望与我们相悖的情绪带到会议当中，影响到大家。是啊，正因为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开会之前，咱们几个人先统一一下认识。您说呢？你们二位都是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，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。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精神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拥护共产国际，拥护统一战线，拥护蒋委员长继续领导全国抗日，拥护中央政府抗日。我倒是认为，根据咱们中国现在的国情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，也要有自己的方针和领导权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在抗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。这次你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，接替博古同志担任中组部的部长，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咱们现在家底太薄，这是个严峻的事实啊。是啊，现在全国的党员只有4万左右，而且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，各地区的党组织也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啊。主席，我想在延安挑选一批党性强、思想素质好的同志，去敌占区和国统区工作，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党的队伍。好啊。哎呀！谁呀？这是思琪。没想到啊，真的没想到你怎么这么快就到延安了。你一离开上海啊，我天天等着你的消息，一接到你的信呢、啊、我第二天就上车了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你呀、啊、来，哎，来坐。哎呀，到延安这些日子你都干了些什么呀？我现在是抗大的哲学教员哦。最近呢，正在研读毛主席不久前写成的两本哲学书，《矛盾论》和《时间论》。高士奇同志在吗？陈部长，我来看看高士奇同志。哎，这位是？这位是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。陈云同志，你好。高士奇同志，我是受毛主席的委托来看望你啊。刚才跟艾思琪我们俩还聊到毛主席呢。来，坐。来，怎么样？毛主席说，这延安的条件艰苦，你有什么要求和需要，尽管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啊尽一切所能。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。马上上前线，精神可嘉呀！像高士奇这样的人，都能到延安抗日救国，这就说明啊，我们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是正确的，是深得民心的。高士奇的行为啊，让我们中组部的眼界更加的开阔了。看来你有想法了。广招天下士，承纳四海人。
同志们，报名的都到我这儿来排队啊！不要急，不要抢，我们都会逐个报名的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排好队，排好队，来这边排好队啊，排成两列，哎。彭叔同志，哎，张主任，延安每天涌进来这么多不明身份的人，你能保证他们都是来革命、来抗日的吗？张主任，这话咱可不能这么说。 现在可是特殊时期，他们都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咱们延安寻求抗日。延安是党中央的所在地，这些人鱼龙混杂，真假难辨，你们组织部应该严格把关，逐个审查。张主任，你的意见啊，我们组织部虚心接受。可延安不是上海重庆，没有花花世界，纸醉金迷，来到这儿呢，就是为了抗日救国，别无他途。 你说，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儿，我们不能凉了他们真诚之心呐，更不应该把他们拒之门外，对吧？陈云同志，我觉得广招天下之士的做法太激进，不利于纯洁党的队伍，对党的事业也会造成危害。我们个人的想法，不应该和党的方针政策混为一谈。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抢人才。 如果我们行动慢了，错过了机会，悔之晚矣啊！八路同志，请问我们离延安还有多远呢？这里就是延安，再往前走一段就能看见宝塔山了。啊！啊！啊！ 干净的土地。陈云同志，哎，陈云同志，伯明同志，哎，找我有事啊？有事，走，屋里说。好。哎，蒋介石啊，三番五次让我去国统区，共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，这次啊，我想带你去长江局。 去长江局的人选，不是已经定好了吗？我想带几个素质高、能力强的人，你啊，可是我首先考虑的对象。这恐怕不妥吧？怎么？我刚刚接手组织部这么一大摊子事儿啊。这又不影响工作，到了武汉一样干嘛？武汉？那可是国统区啊。国统区怎么了？这次和蒋介石谈判。 如果顺利，整个中央都得过去。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？我认为，王明同志对国民党期望太高，太过于乐观。是啊，这位莫斯科的天使，手握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。 在12月会议上，王明同志的言行动摇了好多同志啊。陈云同志，你能够冷静、理性的看待统一战线这个问题，我感到很欣慰啊。陈部长，这是我们学校所有的党员。 同学们，让我们欢迎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给大家做报告。同学们，我今天来这儿啊，不是做什么报告，就是想跟大家聊聊。
咱们陕北公学啊，现在1000多人，可是党员呢，才几十个，这数量明显少得很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想吸收一些思想进步、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，加入到我们党的队伍。革命事业的成功，少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。 是不行的，主席，我又来打扰你了。林同志，中组部的工作千头万绪，万事待兴啊！我毛泽东窑洞大门理应为你敞开着，坐坐坐。哎，主席的学习抓得很紧啊，不抓紧不行啊。这个延安窑洞里有马列主义。 也很有可能滋生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啊。回到延安后啊，我时常思考，陈独秀、瞿秋白、李立三这些领导人都是有文化的领导，可是他们也会犯错误，这是经验少吗？犯错误，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经验少，是因为思想方法有问题啊。陈云同志。 我建议你多看一点哲学书籍啊，嗯，也学一点唯物辩证法。嗯。哎，你这个鼻子在流血，啊，不要动，把头仰起来。来，主席，我没事了。 我这个流鼻血啊，是老毛病了，没事儿啊。没事就好啊。我可不希望啊，我们的中组部长冲锋号刚刚吹响，还没跳出战壕，就挂彩了。主席啊，我这个身体啊，就像是白鹅的木炭汽车，走走停停的。但是不要紧，只要加上碳，把火给烧旺了，没问题。 在任何时候啊，我们都不能放松学习，所以你们干部科先成立一个哲学学习小组，要有计划、有步骤的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。报告。你是？报告首长，陕北工学学员于若木前来报道。这是主席给我的指示。 小于同志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首长，我在执行任务。执行任务？嗯，李副部长对我的指示，他叫我督促你休息。你要是不休息啊，那我就不能走了。<笑>怎么还有这样的规定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要是知道了，那不就泄露李副部长的秘密了吗？ 好，我呀，现在就执行你的命令，休息。 你好，陈云同志住哪儿啊？啊，前面这个院子就是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同志你好，请问陈云同志住在这儿吗？是的，首长在办公，我去看看，他该休息了。首长，有人找你。
陈部长，我是汪晶英，刚从上海来。哦，欢迎，远道而来的老乡啊！来来来，快快请进，来屋里坐吧。谢谢，这是潘汉年同志让我带给您的。你和潘汉年熟悉？我在上海八路军办事处，上海沦陷以后，没有暴露身份的人被转入地下，他安排我来延安。好啊。不远千里送来的情谊。汉年同志说，这是您曾经拉过的二胡，陕北听不到评弹，可以用丝竹来解解馋。这个小开想的还真是周到啊。汉年同志称呼您老开。首长，什么是老开啊？这是我在上海啊搞特科的时候使用的代号。小叶，哎，主席呢？主席在咸润持久战呢。哎呀，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。哎，干部长，您现在不要去打扰主席啊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主席汇报，如果误了事儿，你负担得起吗？是康生同志吧？主席，我知道你很忙，但是我还是要来打扰你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现在的延安城一片混乱，简直像贸易市场。此话怎讲啊？延安一下涌进了成千上万人，而且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加。中组部每天忙着接待接收，缺乏政治把关嘛。可以肯定的讲，这些人当中，有敌方混进的日伪特务。你的职业嗅觉很敏感，这是好事。这是我的工作。康生同志，可你想过没有？现在啊，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。有识之士和一些热血青年能到延安来，这就说明他们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。我们应该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才是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党才能够发展壮大，才能和小日本较量。朱老总啊，在华北战场上打的是山地游击战，中组部在延安打的是人才攻坚战，这两个战役啊相辅相成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缺啊。主席，说实话，十二月会议任命我为组织部长的时候，我彷徨犹豫过，我害怕干不好。这确实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啊！争夺人才、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，这是我们组织部的宗旨。现在全国人民抗战热情高涨，我们应该趁此机会甩手大开，不应该把刚刚打开的大门就关上了。小手小脚，不是我陈云的作风。怎么，听到不同声音了？陈云同志，中组部制定的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。要我看，你们的门还可以打得更开一些。高年嘞，手法嘞嘞，丫头乖，大乖是那年年咋哟？可是大乖哟，那是千了呗。
首长，我不应该在你工作的时候唱歌，但是啊，我是迫不得已。说说你的理由。您一坐啊，就是好几个小时，这样对眼睛、对身体都不好。所以，你就想出了这么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。嗯。这个不是李副部长交给你的吧？这是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自己总结出来的。首长，你要多注意运动，这样才对身体有好处。要不，我陪您出去散散步好吗？我的家乡啊，在江南。那个地方树木茂盛，多彩多姿的，一派啊田园风光。首长，你喜欢什么植物？竹子。竹子？嗯，我非常佩服竹子的品格。未曾出土先有节，极致凌空尚虚心。竹子啊，可以长得又高又直，可是他的心呢，却是虚的。是不是坚韧不拔，虚心学习？主席，啊，首长，毛主席来了。主席，哎，春雨绵绵呐，难得，我出来透透气，就想到你了。鼻子的血还流吗？没事了。主席，你看你那么忙，还总惦记着我。这个小同志，他是谁啊？他叫余若木，是陕北公学的学生，是你让李富春帮我找来的。哦，余若木。小玉同志，你学过医护吗？没有专业学过，但我接受过培训，懂些护理常识，业余的。好啊，你很有自知之明啊。主席，你的《论持久战》啊，我看了好几遍，每一遍都非常激动。打击日本侵略者呀，我们要做长期准备啊。可你这个流鼻血，可不能打持久战。哎，主席，这个是我自己种的，对身体有益啊。猪油呢？这个是我让炊事班熬的。这里生活艰苦，给自己加点油水，啊。主席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你身体好了，我这心呢就放宽了。这个病菌呢，就好像是日本侵略者，他们呢老喜欢侵入我们的身体里头搞破坏。而这个白血球啊，那就是抗体，这抗体啊，那就是抗战英雄，他们呢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那入侵之敌做殊死的搏斗。同学们，我想大家要学习这个白血球啊，像这抗体一样做那保家卫国的抗敌英雄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诗琪，哎，诗琪，哎呀，思琪，刚下课。哎哎哎，我自己来学，自己来学。慢点慢点，你咋来了呢？诗琪啊，嗯，今天毛主席啊，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《论持久战》的演讲。哦。走，看看去。走走走走走。下面请毛泽东同志为大家演讲《论持久战》。高士奇同志，请你把高士奇同志带到台上来。
高士奇同志，主席，你好啊。好。来。坐吧。坐。大家都看到了。这位身残志坚的青年人，就是留学归来的微生物学的专家呀，高士奇同志。他献身科学，甚至啊，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，吞食了病菌而中毒，才导致了残疾啊。高士奇同志，他是在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感召之下，历经了千辛万苦，来到了延安。高士奇同志，我代表人民，也代表中国共产党，向你致敬啊。同志们，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，我热爱我的祖国，我热爱这片土地，我热爱生我养我的人民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而今我们的国家落到如此田地，我等唯有为其死，别无他法。我虽然不能扛枪上阵，我也要在这里为你们呐喊助威，赶走侵略者，还我中华山河。罗布同志，陈学道同志，来，你们好。慢点，谢谢。慢点。哎呀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啊！欢迎来到延安，一路辛苦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周恩来同志给你的信。小玉同志，这是忙什么呢？给首长做个沙发，这样靠在上面看书啊，就不累了。来，试坐一下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我再改进。好。小雨同志，感谢你的发明创造啊！没想到在这个窑洞里，我也能享受到贵宾的待遇。首长，你真幽默。中共中央是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电文，是为了进一步动员民众抗日的。可竟然被王明同志给扣押了。我真不知道他在武汉究竟想干什么。他是怕刺激国民党的神经吧。主席，最近我收到王明同志的来信，他让我去武汉，被我拒绝了。主席，我也收到博古的一封信，他说
王明叫我做好准备，随时去武汉。若普同志，哎，他有没有给你也写封信？没有，但是他在电文中提到，目前的中心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来保卫大武汉，而不是建立许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。朝朝呼，若接日月而行也。王明同志真是用心良苦啊！你们要都走了，我毛泽东不就成了山地游击战的光杆司令了吗？若普同志，我建议你立即去电武汉，叫王明同志赶回延安来，统一思想，正本清源。快，大家快点，注意安全啊！快快快！我不跑，我不跑。我们是来学马列主义的，不是来学爬山主义的。还天天爬山，耽误我们的青春，违背我们的理想。刘立功，你怎么不爬了？我累了，歇会儿。回来了，我去给你把饭热一下。不吃，不想吃。又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？我天天不顺心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哎，小鱼鸡腿事先照顾你，感觉怎么样啊？这姑娘聪明，心灵手巧，不但把我照顾得很好，还帮我解决了好多生活上的难题。看来你对她的印象不错嘛。当然。你呀，身边就缺少这么一个人。哎，依我看，干脆向他挑明吧。人家还是小姑娘呢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哎呀，爱情就是你情我愿。你看蔡畅，就是我主动去救他的，跟我选没错。小雨同志，首长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事儿。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儿了？是这样的，小雨同志，最近呢，我一直都很留意你。今天有句心里话，想告诉你。单纯，很可爱，我很喜欢你。首长，我没你说的那么好。坐下。你是老实人，我也是老实人。老实人和老实人在一起。你说呢？小雨同志，我们
做个朋友吗？首长，终身大事儿不得马虎。这样，你先回去好好考虑考虑，再给我答复。老师，二大队一支队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同学们，今天一小队上山砍柴，二小队打窑洞，下午四点后山坡地上课，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不明白。刘立功同学，你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到延安来是来读书学习的，天天这么背煤砍柴打窑洞，这还叫什么军政大学啊？我看干脆改名叫劳动大学得了。有什么好笑的？同学们，刚才刘立功同学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。抗日战争条件下，抗大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。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什么，但是你们可以在组织生活会上展开讨论的吗？解散。金姐，小鱼，有事吗？明天是星期天，陈部长想请你去他那吃顿饭。好啊，走。艾老师，走。在这儿呀，筹备正规化医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再说了，这儿条件差，远比不上大城市。游击习气，没有正规意识，没有专业水准，更没有发展的眼光。在这儿，我是待不下去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已经向卫生处长、副连长提出了，离开这里。这恐怕不妥吧？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做饭，今天啊，完全是在小鱼的指导下赶鸭子上架。这南瓜啊，是毛主席送给首长的，首长舍不得吃，说等你来烧给你吃。延安遇知己，谢谢陈部长。哎呀，咱们延安啊，条件就是艰苦，你这个上海妹子还能习惯吗？我是生在上海，长在苏州。啊，你是在苏州长大的？那这么说，你对评弹应该很熟悉啊。我奶奶就是评弹迷，我是在摇篮里听着评弹长大的，耳濡目染呐。这么说，今天我找到知音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呀，经常在书上听盖比书，《水浒传》《白蛇传》《铡美案》，那都是我最喜欢的。首长，什么是盖比书啊？盖比书就是在书场内墙角边听不花钱的评弹。我呀，四岁的时候就没了父母，是在舅父母家长大的，他们也不富裕，所以说我想听评弹就只能听盖比书。等有得似火上台，等有月上明恩，身上许送上情，轻轻把岁上香亲恩，地居梯上永不分。陈部长在吗？陈部长，陈学昭同志，来，快快请进。哎，我刚刚好像听到有人在唱评弹，而且配合得很默契，是不是打扰了？
陈部长还经常流鼻血吗？最近一段时间好多了。看来你护理有方啊。主要啊是部长自己太劳累了，找他的人特别特别多，而且啊还经常熬夜工作。工作着是美丽的，这里条件虽然艰苦了，吃不到想吃的食物，身上也常被虱子咬，但我觉得很愉快，很充实。你是留过洋，见过世面的人，能有这样的感悟，我非常高兴。我希望你以后能多来看看首长，这样他就可以每天都充满笑容了。看来你挺心疼陈部长的。怎么了？我，你好像有什么心思。金姐，部长他向我提出了。提出什么了？他问我愿不愿意做他朋友。你答应了？他叫我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再给他答复。小鱼啊，姐是过来人，但我感觉这是件好事儿。陈部长和蔼可亲的，而且还很稳重。可是他有的时候特别严肃，半天都不说一句话。那他是在工作，关键是你对他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和部长的差距太大了。什么差距？年龄吗？他这么大的领导，而且又那么有学问，我怕我跟不上他，拖了他的后腿。答应他，你不会后悔。怎么，和睦后悔了？他说这儿条件太差，根本没办法开展工作。条件差是显而易见的，这个跟国统区没法比。可我们会尽自己的全力去改变它，我相信寒冷的冬天一定会过去。我也是这么劝何睦的，可他个性太强。何睦同志，你来了以后，我没有主动的去关心你，这是我的失职。陈部长，这里的条件也太差了，医疗设备简陋，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也达不到要求。我多次提过意见，想改变现状，可我得到的都是摇头。你说的是事实，可延安的现状就是这样啊，想要改变它，得一步一步来。哎，咱边吃边聊，我请客啊。走。二位想吃点什么？给我来两碗饸饹面。好嘞。何睦同志啊，天天老三样，白菜、土豆、窝窝头，你别说吃了，光看我就看饱了。我是做着黄埔军校的梦，满怀希望到了这儿，谁成想延安会是这个样子？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，梦想啊早就破灭了。不吃了，别吃了。走。哦，同学。你们是哪个学校的？抗大的。既然你们知道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，为什么还要这么浪费啊？你们把这些吃剩的饭菜都带回去。你是在命令我吗？是忠告。艰苦朴素，勤俭节约，这是我党一贯的作风和原则。您是哪位领导啊？
叫陈云，中组部的。真是好久都没回这位老朋友了，手都生了。首长，你上次让我考虑的事，我已经考虑好了。主席，这个是我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洋烟。主席，你尝尝。你今天的神情很异样啊。啊，主席，我跟小鱼恋爱了。哈，这是你陈云的大喜事啊！这么说，我毛泽东无形当中还成了你的红娘啊。我们现在欢迎新郎新娘入席。新郎官就对不对啊？对，给大家说两句吧。陈云同志有点不太好意思啊。来，我们大家开始鼓鼓掌。哎呀，这个傅陈同志非让我说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呀。这比做报告可难多了。那我就实话实说吧。我呢，和这个于若木同志啊，从相识、相恋到今天的结合，是我陈云高攀了他。第一，我比小鱼大14岁。第二，我只有小学的文化水平，学历没有他高。可是他没有嫌弃我，这让我很感动。今后的人生路上，我会像哥哥一样去保护他，珍惜他，爱护他。我会爱他一辈子。小鱼，该你表白了。小鱼，你也说两句吧。我敬佩首长的人品，我喜欢他。
红军长征啊，来到了遵义，在遵义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。你们几个胆子不小啊！啊，敢偷听部长的洞房？没经历过，想学习就学习。学习？学习到什么没有？没听清楚，好像是什么第五次反围剿。第五次反围剿？武春同志，啊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没事，他们几个学习晚了，路过这里。哎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啊，哎哎，回去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早点休息啊！你必须马上转移。我毛泽东命大着呢，死不了。主席，陈部长，刚刚接到公安局通知，发现班上央处有特务正在给敌机发信号。警卫员到，马上护送主席到防空洞。是。何部同志，你们赶紧搬到招待所去，比这个地方安全啊。何穆夫妇还是执意要走？是啊，我已经找他们谈过两次了，特别是何穆，要走的态度非常强烈。哎呀，一个医学博士，一个文学博士，他们都是恩来同志费尽周折抢夺来的知识分子，现在延安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。你不是学过哲学吗？我们啊，要用辩证法来看待这个问题。何穆同志，这次你们回去以后，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，随时告诉我们。如果有一天你们想回来了，我们随时欢迎。刘立功同志，我们已经谈了七次话了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已经考虑过了，我觉得搞地下工作我还是不要去了吧，凭我的条件完全有资格进马列主义学院，请组织上再考虑一下。
我还告诉你，我们认真研究过，马列主义学院是我党培养高级人才的学校，以你的表现，我们认为不合适。好吧，那我去找陈英同志。陈部长在山关上开荒呢，要找他，你现在就可以去。陈英同志，我想跟您谈一谈。可以啊，就在这谈吧。李副部长打算让我到华北搞地下工作，我不想去。如果组织上一定要我到华北去，我要求把我安排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。个人服从组织，这是党的纪律。现在要你去华北基层搞地下工作，是党组织对你的考验，你应该服从。我不远千里到延安来学习，现在李的水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，再把我安排到基层搞地下工作，这不是浪费人才吗？刘立功同志，你的思想有问题。如果说每一个党员都这么想，都来跟党组织讨价还价，那革命还怎么成功？我觉得只有到上层工作才能发挥我的才能。你想去上层工作，想高高在上，我看你就拿一把锄头去延安的山头上开荒去吧。同志们，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。在演讲之前，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决定，中央党务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开除刘立功同志党籍，并公告全党。在我们党内啊，现在还有很多党员同志没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，所以在党内，尤其是新党员中，加强纪律教育，这是当务之急，是重中之重。同志们，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，洗刷落后分子，纯洁党的队伍，这是我党一贯的原则和规矩。来。嗯。你这个做的枣泥还有吗？有啊，我刚做了一些。高世杰啊，身体状况不好，胃口越来越差。我想你这个自制的土奶油也许能管用。行，那我去准备一下啊。嗯。哎，把主席送给我那罐猪油啊，一起带着。陈部长。哎。哎呀，这里是病人的战场，这句标语写得好啊。这是高士奇的主意。哦。高士奇同志，来来来来来，坐下，别站着，别站着，快快快，坐坐坐坐坐。你把这个革命的乐观精神都带到疗养院来了、啊。高老师呀，是我们所里的义务指导员。哎，我哪够格呀？陈部长，这两天我拜读了您写的那个《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》。好，在延安这些日子啊，所见所闻都让我心里头很有感触。所以我这心里头有件事儿吧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。你呀，直接说吧。
陈部长，我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高士奇同志，你是人民的科学家，共产党欢迎你。这延安的枣树啊，是树木家族中的伪丈夫啊，无私无畏，顶天立地啊。枣树立地就结果，这种奉献精神真是所有的果树都不能比及啊。这是我们的圣地啊，这些枣树就象征着我们的党，这一颗颗红枣就是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呐争奇斗艳。不要人夸红枣好，只留品格满乾坤啊。高士奇同志，今天你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高士奇念过书，留过洋，可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啊，什么叫书生百无一用。国民党不要我，他们嫌弃我，共产党把我当人，在这儿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尊严。从今天开始啊，共产党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了解人，气量大，用得好，爱护人，这十二个字呢，是咱们组织部的用人之道。咱们搞组织工作呢，凡事都要调查研究，要搞清楚事实。我把它总结成：交换、比较、反复。陈部长，李部长。欢迎啊，欢迎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陈部长，欢迎，欢迎你们再次回延安。还是沿河的水甜呢。共产党欢迎你们，延安就是你们的家。到了党校啊，好好学习，别总惦记着我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我能不惦记你吗？你天天加班加点，谁给你烧水做饭呢？我也有双手啊。再说了，你教给我那么多本事，我得好好的发挥一下。我是真不放心你。夫人，请放宽心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一次你的任务重啊，不仅要学习，还要带教呢。现在，
你不是一个人了。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瑞雪兆丰年啊，这是一个好兆头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祝愿大家百尺竿头，更上一层楼，也祝愿我们的党在抗日战争中更加强大。你是女同志，干活就不要那么拼了。没事，我能坚持。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。精英分子，耍笔杆子你行，会锄头呀，你就比不上我们男子汉了。等着吧，总有一天我汪精英会赶上你。汪精英。长得跟汪精卫有点像啊。这位领导眼力真好，汪精卫啊就是他的嫡亲哥哥。我和他风马牛不相及。哎，汪精英，是就是嘛，我们呀也不想沾你的光。他是大汉奸，我是革命青年，你什么意思？哎哎哎、等着，站住！你想干嘛？站住！共产党员啊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要懂规矩，而且要讲规矩啊。所以说啊，全党的整风运动啊，势在必行啊。因为啊，这是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啊。泽东同志说得好啊，整党整风势在必行啊。王明同志的身体怎么样？啊，昨天我去探望他了。并转达了你对整党整风的意见，他答应来，可是晚上他又住进了中央医院。回头我到医院去看望他。泽东同志，我建议整风要跟肃反审干相结合。这些年延安来了多少人呢？这些人鱼龙混杂，社会关系也复杂。据我们社会部调查摸底，这里面好多人都是日伪特务，这和组织部审查把关不严有直接关系，以致好多特务在我们身边都不知道。康生同志，你对组织部的批评我虚心接受，可是你说社会关系复杂，在这里我想说一下，你妻子家庭关系也不简单呀，她在念大学的时候社会关系就很复杂，可是现在呢，她在党校里负责干部工作，一样做得很好。你能说她是睡在你身边的特务吗？
他父亲向国民党自首，跟他没有关系。他的同乡在别人面前随便说起他父亲的情况，让社会部的人知道，随即带他去审了六天六夜。依我看，这典型有水分，八成是假的。我是担心你有麻烦。我又没叛变自首，我怕什么？你爱人被传反叛了，你的名字和汪精卫只有一字之差，万一别有用心的人下联想，你就麻烦了。伟丽，我们看看爸爸在干嘛啊。你又流鼻血了。这次好像更严重了，要不我打个电话到医院，叫医生来给你看看。哎，不用，我没事儿。我流鼻血不是家常便饭吗？没事没事。可是这次好像不一样。我知道了。哎，陈元同志，刚才呀，消委部的王主任通知我，说是悔过自新的典型江克勤要来我们这儿做报告。这样，福臣同志，下午我去枣园向毛主席。陈元同志，陈部长，陈元同志，陈部长，陈元同志，陈部长，快！叫马修送医院。好，给我接主席。主席，陈元同志醒了。啊，怎么样，主席？主席，你怎么来了？躺着。主席，您坐。陈云同志啊，你把我吓得不轻啊。主席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困了，睡睡就好。检查结果怎么样？陈部长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，是过度疲劳引发的综合症。延安的干部队伍钻进了许多坏人，我们从西安来的情报获悉，现在混进我们队伍的特务人数不少啊。我们的地委书记、军区司令员的老婆妻弟全是他们的特务，你们说这情况严重不严重？你们知不知道财经办有个女青年叫汪精英，就在我们抢救运动开始的时候改成了汪英。她是谁呀？她为什么突然改了名字？这背后有没有不可告人的原因？他来延安没有介绍信，自作聪明的改了名字，以为就没人知道他的底细。他来延安干什么？他为什么来延安？我这里有他的材料。你们这是造谣诬陷。谁造谣谁诬陷？我刚才说的明明白白，我和汪精卫根本就不认识，怎么就成了他妹妹？你为什么改名？他是汉奸，我是革命青年，我不想被别人误解。你是做贼心虚。你的面孔和
和汪精卫长得就很像。你和蒋介石长得像，我还怀疑你是蒋介石的儿子呢。你不要转移斗争方向，我们是在抢救，你知道吗？我身体好着呢，用不着你们抢救。装糊涂是吗？把他请到我们那儿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大白天想抓人？不是抓你，是请你过去说说清楚。我这有一份重要的文件要交给党中央，你们要是误了我的事，这责任谁负得起？汪精英同志。汪科长，陈部长在吗？陈部长他病了，被毛主席接到枣园养病去了。现在的任务就是专心养好身体，工作的事情先放一边。毛主席，陈部长，我刚知道您病了，但是我还是来找您说一说，心里憋屈。小王同志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这么委屈啊？说来听听，正好主席也在。推门时还颇有穆桂英的气度，怎么转眼变成林黛玉了？看来我们的小王同志啊，还真能呼风唤雨啊。主席，昨天我还是革命同志，今天就成了被抢救的对象，您说我心里能好受吗？主席，咱们党这次的审干运动演变成了抢救运动，我觉得有点变了味儿啊。来，我们看看爸爸在干嘛。哎呀，二伟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又中了！这是什么呀？是老虎。老虎咬不咬人呢？不咬人。不咬人呢，爸爸咬人呢。主席啊，在享受天伦之乐。哎，二位快叫毛伯伯。哎呀，还记得毛伯伯呢。啊，真好，陈同志。哎，我这个邻居啊，对你照顾不周啊。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哎呀，主席。我这架木炭汽车呀，彻底修好了，我要求马上工作。你这辆木炭汽车这次一定要加固加牢，把这个炭啊烧得旺旺的，这样我毛泽东啊就放心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来，阿伟，看看毛伯伯。哎，给你什么好吃的？哎，梨。毛伯伯带了这么多枣啊！哎，谢谢毛伯伯。谢谢毛伯伯。嗯。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学校的开学典礼，充分体现了党对我们学校的重视。下面有请毛主席来给我们大家讲话。同学们，看到了你们，我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啊，也看到了希望。1937年，我们中国共产党啊，只有40000人左右。今天，
我们已经发展到100多万了，这是个飞跃，更是个创举啊！中国共产党啊，是个年轻的党，我们有过成功，有挫折，也有失败，也犯过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。这次整风运动中啊，审查干部说特务如麻，这是不对的。因此啊，有很多同志受了委屈啊。这两年的运动啊，有许多错误，谁负责啊？我负责啊。戴错帽子的，在座有这样的同志，我毛泽东向你们赔不是了。凡是搞错的，我们都要修正错误。我们是来向您辞行的，组织上安排我带着他们去东北抗日前线。延安培养了你们，现在你们羽毛丰满了，翅膀硬了，理应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。去西北财经办的事情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怎么样？两个字儿，服从。7年的中组部长，成绩卓著，功不可没呀。在我党危难时刻，发展壮大了40倍，能叫得上3000人民的组织部长，这个时候叫你走，我心中不舍呀。主席，经济工作也是党的工作，我去探探路，这对于我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啊。皖南事变之后，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，外援的支持也全部断绝了，边区的财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啊！我这心里面着急啊。吃饭穿衣，这就是一件大事啊。你能这么想啊，我这心里很高兴啊。我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把你推到前面。主席，我能为党多做一点事情，这是我陈云的荣幸。因为首先，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。你的身体啊，我研究了一下，也看了一下书。我建议啊，你以后多用毛巾蘸热水来擦身上，先热后冷啊，可以锻炼你的皮肤，毛细血管的伸缩和扩张。
每次擦的时候，少则半个小时，多则要一个小时。擦完之后，全身发热。坚持一下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大的收获。你可以试一试。主席，我一定按你说的，好好试试。留步吧。消息。